姐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呀，走吧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这外面那么冷，你怎么还穿夏天的裤子呢？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嘞？我这不是最近又胖了吗？都170斤了。你看我这个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一般的裤子都提不上。没事，姐，你去给我买一条嘛。哎呀，早就知道你没规划，那早就给你准备好喽。不是吧？这条裤子看着这么小，是你的吧？而且里面还是加绒加厚的。那我穿起来不更得显胖啊？不会，这个是大码的版型，你试一下嘛。那行吧，我试一下。哎，真的耶，妹，这个裤穿起来挺舒服的，还有这么大的弹力，一点都不紧。我这么大个肚子啊，还全遮起来了。可是会不会显腿粗啊？你帮我看一下。当然不会啦，人家这个做的是500克的压缩一体绒，保暖又显瘦呢。这裤子还挺不错的，那回头再多买2条呗。行，反正才几十块钱。